我是观光列车长的111年。四月十日，台北捷运438次哦，台北捷运中和新路线顶 C 站。14:48所拍摄的是往泸州，开往泸州的高亮线，刚刚刚好时间哈。737型知识系列，往泸州，和泸州，开往泸州的 737型知识系列，424、423名。小米他们，我小米妈他们做个点了，小米，那接下来见，拜拜。